喜欢画画的宝子们，我发现了这本 Procreate 新国风插画，它的内容分为三部分：软件基础知识、绘画基础知识、插画的实践应用。这本书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 Procreate 的软件基础技巧，每一个工具讲解都很细致，图文结合。内容最多的部分就是绘画的基础技巧了，从线条、线稿、透视构图到配色、质感、表现力，每一部分都可以说是讲得相当全面，也很好理解了。最后一部分讲了插画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应用，比如印刷品、网页设计、包装设计、海报，还有绘制思路、技巧、规范、排版，并且结合一些软件技巧讲解，真的是太全太细了，相信纯小白都能轻松理解。里面还有很多优秀的插画作品，还配有明信片和小海报，对，还赠送视频案例、色卡、笔刷，真的是太绝了，每个想学插画的宝子们都值得拥有。